安利已经是三次打卡进国会了。我们在2016年刚刚开始启动这个海外产品引入中国市场的计划的时候，在中国市场只有4款产品。3年以来呢，我们已经陆陆续续引进了大概有180多款的进口的产品。我们所有的这些进口产品的销售量啊，已经达到了46.64亿人民币的一个数值。在这里你们看到的是我们这次展出的所有的安利纽崔莱的进口的一些产品。我们还专门设置了一个小N产品的休闲体验区，我们有一个全新的岸本萃的系列，这些产品呢非常符合我们未来提供一种大健康的解决方案的发展方向。从我们自有农场有机种植的理念出发，一直到最后拿到消费者手中的是非常安全的产品，对整个营养产品的质量管控啊也是非常的严格的。我们遵循的是从种子一直到成品9个流程环节的全链条的一个管控。我们在全世界呢有很多个实验室，有几百位的科学家啊一直在致力于为这个人类的大健康所进行的各种研究。同时的话呢，我们也跟很多国家的权威机构开展了合作。我们希望通过种植这些有经济价值的有机种植的植物，能够既解决当地的环境污染问题，又能够产生经济效益。这也是安利的一份企业社会责任心的一种体现。为什么最后安利合作呢？这个公司一定是具有使命感的，具有责任感的，社会形象一定是正能量的。